哎、欸，你要跟我演啊！只弄反方向的吧？我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！这一句就要讲到泼水节，就是豁出去了，或是演。哎、欸，小心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来了。哦！我有智慧。哦，哇！奇怪，你不要那么夸张好不好？I'm sorry， 一点火都爆炸。像我老公就是，我就在棉被里面放一个，然后我把棉被掀起来，他说：“哦 ，baby， 可是他还是在我旁边啊。他真的很爱你，而且他们一直闻我身体，说 baby 你好香哦。我心里在想说，哎，三四天没洗了。